尊重民权，那所以慢慢都开始尊重，慢慢你看，你现在法官，我像前天在去司法官训练所上课，男女比例我看看也差不多啊，司法官，所以客观说这种部分是因为过去的文化的一些价值观的影响比较多，但是真正在现在的越来越没有差距，所以现在朝向中性化，在性别角色上，当然先要成为一个人，再成为一个男人跟女人，那其实两性都需要去好好的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人。比方说，在座的各位，不管两性都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，例如说，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今天首先请教在座各位，你早上起来到现在为止有没有照过镜子？有没有？那照过镜子，对镜中那个人，今天的嘴脸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请举手。还有些人没有举手，问了下面的你就会举手。觉得你的眉毛长得不错的请举手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没有举手的人有眉毛的请举手。啊，觉得眼睛长得不错的请举手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没有举手的人有眼睛的请举手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我一问到你，鼻子、耳朵、嘴巴、头发、牙齿，问你喜欢，你都不举手，把它组合起来，看起来像个人的请举手。不要举手，我们一家都是人。人比人怎么样？气死人。其实人呢，要学习了解自己，进而什么？你要学习去喜欢、接纳自己。不要讲说喜欢，接纳可以吧？然后你慢慢的，你愿意尝试去自我的突破跟改变。人没有绝对一定怎么样，其实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包含 how to be a gentleman， 怎么成为一个绅士，或怎么样成为一个 lady， 一个淑女。都可以学习的，那只是什么呢？你要学的自然自在，适应你自己的本性。其实佛性自在人性，每个人都有很多不错的地方。我们不可能跟别人一样，就像刚刚说的，我们的这个脸跟别人就是不一样。但是相随什么？心生与。那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可以开始去看自己有哪些不错的地方，那你也去观察。我们周围的人跟自己条件相同的人，他有哪些不错的地方？那你可以学习，你学习。我们慢慢的，你会发现到你那个好的部分，对你有利的部分就越来越多。那同时，两性的相处也是一样。这个其实，像我们有没有人说先学习成为爸爸，再去当爸爸？大概都不是的。像比如说，今天黄医师带他的儿子来，你在当爸爸之前有没有先去上什么这个爸爸训练？没有吧？生了以后才。我们当妈妈也是一样，那生了，哎，我们再去尝试，去什么？去学习，去体会，去修正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那是错误的。天下绝对有错的父母，但是从错中学，是不是？那这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探讨的一个当中。当然，从华丽的角度里面呢，我也特别找了几个。两性在华丽方面有很多的突破。过去男尊女卑到两性平等，我们的华丽逐渐在进行。那比如说我们在。职业就业里面，早期啊，我们就业的时候啊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？几十年前，银行的行员、飞机的空中小姐，结婚以后要不要辞职？几乎他就叫你要辞职。那当然，那是因为日治时期他们留下的一个部分。但是现在呢，各位，全世界航空公司空安跟服务最好、被评等最好是哪一家？各位知道吗？卢安长德航。德航的小姐平均都是欧巴桑的，那我看外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啊，小姐的年龄啊都是偏高的，但是她的服务的态度、经验，类似的部分，那我就顺便讲到一个空中小姐，就讲到一个例子，讲我们在创意行销，那天我在我们那个这总干事会帮我讲过的啊，这个说美国在911之后啊，美国的这个就是飞机的载客力。显著下降，大家不敢坐。你看，一天当中发生那么多空难，很怕再来一次。各位知道，盖达恐怖分子啊，他大概里面有心理学家，在英国的汽车或火车的爆炸事件，或各种，或巴厘岛，你注意看，都是有 try， 就是不止一次，他有两次的，同时和三次的，因为累加你什么心理的恐吓，他这个有。那所以这个当中里面呢，这个有一班非南美的班机啊。这个一下子掉下来快倒地了，他们就找什么呢？气管顾问公司帮他做创意行销，他们把
这个脑筋动到空中小姐的身上，因为南美佳裔身材高挑轮廓分明，然后其实的话就小姐好像阿根廷小姐都欣赏，然后南美的这个少爷呢，你看像情歌王子安以奎，很帅的，都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的，结果呢，他动到空中小姐跟少爷的身上，基岩跟主岩要登基的时候列队而行，那列队而行的时候呢，当然飞行员穿制服没有问题，可是呢，这个空中小姐。他就穿后现代的衣服，然后裙摆很长，还有个叫个小女孩在前面撒花瓣，玫瑰花瓣，然后空中少爷呢，穿印第安的服饰，露出健壮的体魄，拿着玛雅的文化的布碗，大家一路过去侧目，我搞搞这是哪一家的？等上了飞机有穿上制服，但是他有个不一样，每送是饮料，或餐点，身上衣服就少一件。到送客下飞机的时候，男空务员穿泳裤。你空姐穿三点式的泳装送客，因为这样子班机班客满，空服要求延长航线。那当然，这个严格上啊，这个如果在台湾可能会被人家告说违反两性，听懂吗？对，那当然，这个我们做一个参考啊。这个在家事法里面的制定当中里面呢、曾经有拟议，其中一位是被通过的，就是婚前接受什么呢？家庭教育。但是非强迫性的啊，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女性如果说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要能够有薪水的，有职务的，但是那一条不然没有过，因为很多这个立法委大概不好意思，可能男生还是多一点，他们说怕会制造很多家庭问题啊，那当然开玩笑的啊，那所以逐渐迈向两性平等，在平等原则下呢，两性关系宪法规范下两性平等前，这边我都把第几条规则在了，两性基本权利相等，所以就业机会相等。那所以，但是有些是法律是最后一道，土法不足以自行，家里面谁管财谁理财，没有英国的法律敢制定。那因为在家里看一下，你们家谁理财啊？像这个穷英雄，你们家谁理财啊？一起啊，好。像例如说我们家，我记得我第一次买房子，很自然的我就用我的名字嘛。我有专业的敏感，老婆怎么脸臭臭的？而且说你都不尊重，不先跟我讨论，怎么就选你的名字？你跟我商量过以后，还是会用你的名字？你要跟我讨论一下。对，我后来就立即去更改，房子用他的名字。好，那我太太不讲，那土地用你的名字，所以我们就。是两个人的，但是第二次买房子的时候，我连问都没问，两个都填他的名字，所以他看起来比较愉快高兴一点，就是、不过这个是当然，其实夫妻那么久，我已经结婚今年迈入35年了，那其实有如果两性啊，尤其是家庭要谈法律啊，那一定是两败俱伤的，要去相互的宽容了解啊，倒是。圣经啊，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有一首歌嘛，叫《爱是恒久忍耐》，其实好好去念一念里面啊，对家庭倒是比较有帮助的啊。当然，宪法第134条里面说，贤妻妇女啊，当前名额的保障。所以现在都有各地嘛，现在连大学院校里面教评会、重要的会都要什么，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什么1/3，是不是？结果就产生麻烦了，工学院都是男教授。那就他们就提了一个牵扯，请问本系是不是要叫1/3的男性去变性？因为你规定他要1/3嘛。后来他有特别的，如果这个学校这个有些折冲的部分类似的部分，再来，宪法第156条保护母性并实施妇女儿童的福利政策，儿少保法，各位听过吗？儿童少年福利保护啊，例如说你未满14岁的小孩不能单独放在什么？这个家里类似的部分或者他得一处啊，我国这个早年移民到这个美国的时候，曾经闹过很多类似的案例，怎么样？因为中国的爸爸妈妈对小孩难免有时候会有点打骂教育，但外国的话，如果发现隔壁的家庭爸爸太大声对小孩，他打电话报警了，就警察来了。那爸爸或许当厨师，英文还不太通，儿子会英文。
警察问这个小孩子说：“你爸爸刚才有没有打你？”其实是没有打，但是呢，很气被爸妈丢了，就爸爸就要被抓去警察局，然后这个过两天跑回来，爸爸气死了，你这个死儿子，你我们就绕出很以前在国外绕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啊。那当然，基本上来讲，两性的相处里面，在情绪的部分呢、啊，当然各有差异。不过我就讲一个情绪的移转跟两性有关系，像有个男人在家里或在办公室里面，受到长官莫名其妙的责骂。甚至这长官还刚拍桌子，大概不可能是公家单位，公家单位你现在随便乱拍拍就是被告的啊。然后这先生呢，本来想拍回去，想洗衣拜拜算了扔吧，但是不能扔啊，很气啊。那时候刚好是在世界足球杯大赛，他就走一下看到不是。